你曾经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给你1034天，你想做什么？去看更大的世界。去追寻背后的奥秘，去掌握一种力量，还是去追随一个时代，如同孩提时的自己，你手握自己的未来，你有权选择自己的方向。12年寒窗之后，明日之学，学以至何用？大义大目，致风华正茂的青春，还是致浩瀚无垠的大海？致儿时懵懂的初心，还是致无限可能的明天？改变自己，还是改变世界？不要让你的价值和梦想停留在高深的古书里，徘徊在他人的言语中。紧握你的双手和行囊，走进现实，拥抱未来。在这里，你将如笋出城。你将亲手构建一个全新的规则。你将亲耳聆听新时代轰鸣的引擎声，第五版，你将亲眼目睹无数个平行世界。你将亲口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你还将亲身经历一个个工程的实现，成长当然有10000种可能，不由自主的创造，在无人见过的风景里爆发出向上的力量，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洪流中聚沙成塔。和光同行，亲手书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。你终将融入这座城市的灯火，你追逐梦想的奔跑终将在弯曲之心向世界绽放光芒。群居不已，独立不惧。你曾经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从哪里来？又将去向何处？选择在你手中。现在，写下你的答案，匠心筑梦，唯石求金。深圳技术大学。